林家谦今日为活动担任颁奖和表演嘉宾，寻日就以领奖者身份出席申请劲爆颁奖礼2021，并获颁劲爆唱作人奖和劲爆歌曲奖。在今年第一个乐坛颁奖礼，即刻连夺两奖，有冇信心攞埋各大颁奖礼的创作奖大满贯啊？一定程度的信心啦，唔系话好大，又唔系好少咁咯，即系系啦。不卑不亢的信心。今年开始，我觉得在个突破上未必是真系追求奖项啊，或者获得几多咯，系自己的作品上个满足感同埋嗰个新鲜感重要啲。提到新 EP Seven 反应踊跃，去透露预购已经超额6至7倍，已经加印，并好感恩。都好多谢一众买实体碟的乐迷，因为自己对于实体碟的市场的需求其实是很有保留的，一直都觉得这个年代，咁好感恩大家是因为我的音乐作品去买这个唱片咯。咁亦都係對於我過往呢出嘅幾隻音樂作品嘅一個認可嚟嘅，唔會為咗我個樣買，我相信唔會為咗我個樣買咯。咁我覺得大家應該為咗我啲歌而買，咁我就非常之開心啦。期待一月 ，Yet App 生活識到。